而且不值钱的，说买西瓜什么，到处都有的，不管，没关系，没关系啊，不管他，不管他，他那个很正常。今天，你表哥刚刚说叔叔对你好像不够好，你觉得我？他是开玩笑的，他性格就是这样的。我从来不把他，从小就习惯了，从来不把他的话但放进心他里，也也是好会。心嘛，他应该觉得，哎，叔叔可能随时大老远的开车过来找你，他也你是不要担放心在的。心里嘛。我们不会的。对，他说的话就别听进去就可以了，他肯定开玩笑的。对对对，不会的哈，咱们直播间所有家人们，咱们我不会放在心里去的，你们放心。哎，我这一点点这个心胸还是 OK 的，还是没问题的，对不对？咱们直播间家人们。这个样子哈，你们觉得支持的打个支持，我看一下咱们直播间所有家人们有没有支持的，支持输出的就打个支持，可以吗？没关系，这有啥嘛，这也很正常，对不对？今没天。有关注叔叔的叔叔阿姨们，你们可以点个关注哟。这个地方点个关注，叔叔只有这一个号。对对对。今天你可以唱首歌送给叔叔吗？唱什哇，么歌他们说呀？让你唱个首歌送给我哎，唱什么歌？唱首歌，唱什么歌呀？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，你们我问一想下。听什么歌吗？咱们直播间家人们，还是唱那今首天吧。感谢有是你。可以，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。今天咱们直播间所有家人们哈，在你们的共同见证下，现在咱们直播间5.3万人，在你们所有人的共同见证下，咱们今天达到了100万粉丝，这是一个特别特殊的日子。咱们和几年认识，2个多月了，100多万粉丝。今天几年，咱们没有，就说给大家可能带来不了什么实质性的东西，这个样子好不好？今天。虽然说现在可能咱们也带来不了实质性的这些东西，叔叔想这个样子，咱们为了庆祝今天这个日子，叔叔，因为咱们直播间很多人，他们喜欢想知道你们这边腊肉比较不错，叔叔，接下来过段时间哈，叔叔搞点腊肉，到时候请他们吃，好可的，以好吗？的，谢谢关注，感谢关注，对，咱们直播间嘛，到时候我叔叔请你们吃啊。我看他们今谢天他谢们这关边注。卖猪的呀，他们猪啊，这些土猪肉这些好不好？他们可以，我就叫他们仨来给大家做，请你们吃啊，可以。然后这个样子，今天咱们就可以带来一首歌曲送给咱们直播间所有家人们，此怎么时样？此刻只有一首歌，非常的适合。能够代表你的心情的什么歌？就是感谢有你。哇，感谢有你嘛。嗯，可以可以，来吧来吧。这样，叔叔阿姨们、哥哥姐们，然后今天直播间5万多人，对，一直都是4万9到5万人左右。然后，唱一首《感谢有你》，送给直播间的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。然后希望你们都健健康康的，然后感谢有你们的支持，才会有今天，得到了这么多叔叔阿姨们的喜欢。不忘初心，唱一首《感谢有你》送给你们，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？因为我是没有声卡的，这个条件有限嘛，这个地方条件有限。对，今天他们家哈，这个地方在大山里边。我每次开车过来要开2、3个小时的车哈，咱们直播间这个深山老林里面，你们想听有声卡的呀，有设备的，有话筒那个东西都听不了，这条件有限，好不好？咱们直播间们不介意打个不介意，咱们今对，天不介意的送话，大我家一就首歌曲，唱一首《感谢谢有你》，送给咱们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，感谢你们一路以来的陪伴与支持，好不好？咱们直播间们哈，来，今天可以来吧，那就小姑娘开始吧。哇！来了来了！我来到了陌生的这个地方。遇到多少挫折，多少困哇！眼中有泪，只能唤醒你。躲在角落，独自偷偷的忧伤。曾经和是你们来到我身旁，义无反顾给我依靠肩膀。
谢谢谢谢小小雀雀。犹如雪中送炭，温暖我心房，让我从彼岸看到您的曙光。感谢天，感谢地，感谢帮助我的大哥小弟，心存感激，加倍努力，不会辜负你们的好意。感谢天，感谢地，感谢生命中的姐妹兄弟，心生慈爱，永远牢记。有你们陪伴，人生才有意义。哇！有你们陪伴，有你们的陪伴，人生才有意义。咱们直播间所有家人们，感谢你们，感谢你们，感谢你们这么久以来的一路的支持与陪伴，谢谢你们所有的支持哈。咱们两个多月100多万粉丝了。可是你们来到我身旁，没点关注点关注哈。哎呦，反顾给我依靠肩膀，原地结婚吗？忧郁雪中送炭，温暖我心房，让我从彼岸看到黎明的曙光。感谢天，感谢地，感谢帮助我的大哥小弟，心存感激，加倍努力，不会辜负你们的好意。感谢天，感谢地，感谢生命中的姐妹兄弟，心生慈爱，永远牢记。有你们陪伴，人生才有意义。哇，谢谢。哇，好不好听？咱们直播家们，好听吗？好听吗？我的天，太好听了吧！来，咱们直播家人们，咱们直接点一波关注，咱们把关注点到102万，好不好？咱们直播间家人们，刚刚101万，咱们直接点到102万。谢谢啊，感谢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哥姐们，谢谢你们的夸奖。我唱歌呢真的很一般的，因为我没有声卡，还有的话我也不是什么明星啊这些。我真的，我唱歌唯一的目的就是说让你们开心就可以了，真的没有其他任何的那个任何的想法。我也不是唱的非常好听，就是说我不好的地方我也会改进，我也会好好的练习，就是说希望你们能够都喜欢，然后呢谢谢你们的喜欢，然后希望你们开开心心的啊。叔叔唱一首歌，我唱歌啊，你们想听我唱歌啊？我唱歌我怕你们嫌弃我。你们会不会嫌弃我啊？你们告诉我，你们会嫌弃我吗？我唱首歌，待会儿可以试一下，待会儿、这个、待会儿你们嫌弃我，可以挂在车厢里面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用。你们会嫌弃我吗？咱们直播间们合唱一首呀。你们想听啥歌？你们打在公屏上，我看一下呢。我唱歌，我怕你们待会儿嫌弃我。我看一下，我有没有什么歌会的嘛？你们想听叔叔唱歌吗？哇，今天啊。叔叔唱歌可能不怎么好听，要不然你带我唱吧。我带你唱什么呀？你带我唱一首他们喜欢听的。不会嫌弃我吗？那你们想听啥歌？你们先打在公屏上，我看一下可不可以。你们打在公屏上，我看一下你们想听的歌。月亮代表我的心呀。叔叔上。我不行，我那个我不行。嗯，谢谢关注。这个样子哈，咱们直播家人们，咱们把小赞赞点到800万，我就唱。咱们一起把小赞赞点到800万，好不好？咱们直播家人们，我唱一首你们都喜欢听的歌，叫做《吉年姑娘》。啊，又是这首歌呀？可不可以？你们想听吗？想听就把小赞赞点到800万，好不好？叔叔，我一般很少唱歌的，我告诉你们哈，叔叔唱歌的话，一般我是不会唱的。就任何包括咱们在公司里边哈，我们的很多其他的有一些领导呀，他们什么很牛的那种领导哈，很牛很牛的领导来我叫我唱歌，我都不唱，我都不会唱。但是你们叫我唱，我觉得我唱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唱给你们听，我开心，我快乐，好不好？我唱了过后你们也开心，你们也快乐，对吧？你们想听啥歌？
来吧，你们打在公屏上，我统计一下，我看一下你们打的什么歌多，咱们就我就唱一首歌，我就唱给你们听。我看一下呢，我看一下他们想听啥歌。你总是心太软，心太软。他们想听，对，你们想不想听《吉林姑娘》啊？《吉林姑娘》嘛，因为叔叔那个歌，我的歌声，我就只会那两首呀。心太软。还有什么吗？吉林，还有什么歌？想一下。迟来的爱。我那个姿，这是女孩子唱的歌的嘛？那个。来，咱们直播间们，马上小赞到800万了，咱们一起点点小赞赞哈，一起点点小屏幕，咱们直播间所有家人们一起点屏幕，点到800万，叔叔就来一首。过了吗？可不可以？马上点到800万了哈，马上点到800万了。知心爱人，想看你唱，太想念，太想念，不是女孩子唱的吗？太想念是女孩子唱的吗？来姐，我找一首歌。唱什么歌？我想一下，我找一首。你先跟他们聊着。我不唱。行吧，那你跟他们聊聊天，我找一首歌。太想你了。你们等我一下啊，咱们直播间们，我找一首歌，找一首你们喜欢听的。爱你一万年，纪念姑娘，爱江山。更爱美人吗？啊？我唱一首歌，咱们直播间们，这首歌代表我对纪念。对你们的一个思念，它的名字叫做《愿得一人心》，想不想听？来，咱们直播间们想不想听《愿得一人心》？我从来没唱过这个歌，但我还不知道我会不会。我这个首歌，我记得我上一次唱是在我，还在真的读书的时候，还是我十几岁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还比较20岁出头，可能20岁出头的时候唱的这首歌《愿得一人心》。想不想听？想你打个想听。愿得一人心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的，听过吗？你们有人听过这首歌吗？我喝一口水哈，等我一下。今天啊，你想听吗？听啊。你别嫌弃我，我唱的不好听。好不好？愿得一人心。这首歌我可能十来年没听过了。来了，觉得支持打个支持啊！我就不说我唱的好不好听了，肯定我唱的那个水平有限啊。随意发挥哈。变成我许多年来纪念爱情的标本，消失的那个人，回不去的青春，忘不了爱过的人，才会对过往认真。只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分离，这简单的话语需要巨大的勇气，没想过失去你，却是在骗自己。最后你深深藏在我的歌声里，只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分离。这清晰的话语，嘲笑孤单的自己。盼望能遇到你，却一直骗自己。遗憾你听不到我唱的这首歌，多想唱给你啊！我今天我跑掉了，咱们直播间的。但是你们觉得我打个支持好不好？因为叔叔这个十年没唱过这首歌的，理解的打个支持，好不好？虽然说叔叔跑掉了，但代表了我的一个心意啊。陪伴我漂洋过海，经过每一段旅程，隐形的稻草人守护我的天真。
曾以为爱情那样，未来只为一个人，关了灯依旧在书桌角落的那个人，变成我许多年来纪念爱情的标本，消失的那个人，回不去的青春，忘不了爱过的人才会对过往认真。好了好了，咱们直播间家人们哈，叔叔表演完毕，我唱的这个水平有限哈，但是虽然说我水平有限，吉年唱的好听呀，对不对？我们以后我们就尽量让小姑娘唱给咱们听，叔叔这个毕竟我这个我唱的全是感情，没有任何的技巧，吉年唱的话就全是很多技巧加感情，对不对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这个样子吉年，叔叔有点饿了。你给我做点吃的吧。每次他都是过来都是没吃饭的。这样子啊，叔叔阿姨们，我们去做饭了。谢谢啊，感谢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、哥姐们的支持和关注。没点关注，点关注哈，咱们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哈，没点进来的可以点进来看哈。就是说，咱们今天哈，我叔叔还没吃饭，现在已经1:47了，我还没吃饭。吉林小姑娘，她可能要给我做点饭吃。好不好？你们觉得可以的打个可以。还有他下午还要去做点农活呢，可能我还得去。我用我的号播嘛。啊，我的号播嘛。那你播完了再去做饭吗？我用我的号，你们关注榜三嘛。可以哈，咱们直播间所有家人们，榜三就是吉年哈，咱们给吉年点个关注，没有点关注点关注，也给叔叔点个关注哈，没点关注点关注，点了关注过后，你们以后就会看到吉年和叔叔的视频和直播，好不好？咱们直播间所有家人们，我只有一个号，其他全是骗子啊。对对，我只有这吉年只有这没有卖东西。榜上第三个号，咱们直播间家人们。